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求这个函数在一那一点的导数了，那我先求它的导函数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2x 减1的平方嘛，上面为，下面不为，减掉上面不为，为下面。 然后再把一带进去，带进去就等于1嘛，所以1分之这是1嘛，减掉多少？1加2，3，3再得6，所以是负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D。